男枪这个版本不好搞的，我只能说螳螂打男枪随便打，这把看我的修泰姆，对不投降我这把应该拉二十个头没问题啊。对面中上小戴，你怎么知道插战绩了是吧？我就喜欢打小戴，还是双排的，对吧？给他终结一下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有些男枪小手不干净啊，我们去红丢个眼。来了，什么叫猎人的嗅觉？我玩男枪从来就不干一级偷人野的事情，太下流了。弹幕还是没搞清楚偷野跟反野啊，一跳下去开始入侵野区了。不然他这个线要烂透了。所以我帮他把线推进去，他还混一个助攻。塞拉斯打鱼人不难打吧，他怎么打这么吃力啊？这卢仙没拦你还不溜吗？感觉单枪下来了，帮你挡子挡，点他，普攻能挡的，我用红 buff 黏住他，早就该点了。我以为他懂的，我看他往我这个方向走。感觉他又不懂了。算了，别贪了。他自己上线吃兵嘛。赶紧回下野区，这男枪可能会来偷，直接毙。
这中路已经被打穿了。塞拉斯打小鱼人，这对线被杀了，他很难玩了。他待会我要打野要很难玩了，因为这小鱼人会来野区找我们。一个视野，哎，这河蟹，一个跳弹，一个扫描，没影，往后绕一下。他这个鸡进攻性太强了，他，这不可以把龙收一下？就是因为外面有河道蟹视野，所以我们可以打。这是打野的一种心理学。一般人下来时会认为外面有视野，就里面的龙就是安全的，其实不然。这种时候来打龙的成功率就非常高。也烧完了，直接 B 往上走。下路在推线，中路炸穿了，上路在压线，怎么感觉这把不好抓呢？不行，这种局的话，不能想着抓人，抓人很难配合，这把得想着入侵反野，我们只要反对面，让对面抓不了人就可以了。思路得换一下。这把的话是我们不好抓人，但是对面打野好抓，所以我们就得让他抓不了人。把技能先进化一下，先锋给他控一下来。不是杰拉不好抓，是下路在推线。理论上控线来讲，什么打野都有机会抓的，什么英雄。但你推荐拉克斯，一个虚弱，一个 Q， 女警一个夹子，你被控到塔下你就死了。你看这种推荐对面打野就很好抓。压线一定要压血量压刀，但是很多人往往压线，他只会压线，他就真的只是在压线。看到没有，我们这把这老是压线，结果补刀还比对面少。这种情况打野就很被动，对面打野就很舒服，选择性很多。这节是差不多该上线了。可能有意识的还过来锤我一趟，当然被偷了。对呀，我就记得塞拉斯挺好打小鱼人的，这就对了嘛。来下了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
直接开机吧。一爪击中。这女警应该上线了，在这边她要来了，人呢？算时间应该到了。她来慢了一点点，这一个 Q 加一个虚路，七级男枪，这他什么装备？这装备还好，他要来刷 F6， 这边等他打两个孤立应该差不多。WQA 左。然后躲了烟雾弹，这一个 Q 他就死了。拉克斯好像要过来，人呢？哇，这么果断，龙一下子不打了他们。不是不打完，是打完了，没戴耳机没听到。我就记得他们龙打的差不多了。一些塔没了，不过下一塔可以吃一个。这种蛀虫没必要搭理他，不过这个房管也确实是的，刷了这么半天都没有动手啊。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他。原来是以那种神丑搞心态为乐趣的，有些主播也走这种路线吃这种流量，但是我们直播间不走路这种路线，不吃这种流量的，
所以有时候你这个拉屎撒尿，你得看在自己家还是在公共场合，在别人家，这还是有区别的。你在自己家里面这么搞，没人管你的。再先净化一下，没必要因为这一颗老鼠屎搞了，对吧，大家的心情，就把它当个屁就完了。我们继续打，继续看。这种人专门来带节奏的，就盯着你一波小小的失误去对你进行谩骂啊，然后再全盘否定你。不用搭理他就好了，把这小龙控一下了。每次有二的陈述不用看到好难受，你这是低情商发言知道吗？高情商发言是什么呢？主播爱惜自己的键盘，我的键盘老贵了，菲尔克懂听过没有？大 F 一块键盘1000多块，2000块钱，不知道这个键盘是有使用寿命吗？这个减少按键的频率不就等于在省钱吗？从这一点来看的话，这个主播比较节俭，比较节约一点，这才是高情商的发言，懂不懂？以后多来点高情商的发言，少来点低情商的发言啊。这边没眼，我感觉像是有眼，但是我想赌一波，万一没眼呢？是不是？这不就赌到了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还是有眼，只是他有侥幸心理。看他的样子，我卡视野的样子，他往右边走，不像是没眼的。来，让我们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，好像是没眼的。那没眼你往右边走干嘛？看到我了，台下反应了是吧？来个樱花刀，
他可能跟我用的同款耳机听到我脚步声了，也有可能。怎么还在那边了？直接来打龙都打完了，再不来我走，我去刷野了，来不来？哎，不是你们搞什么？打不打？我都等了一分钟了，种子呢？哎，算了，浪费时间，纯纯的浪费时间，我不知道这边浪费什么，我刷野去了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朋友。原来不能贪了，吃拉克斯 Q 就没了。做掉，我们两个打不了，主要我经常打起来，我待会倒霉。这杰拉应该来丢种子的，辅助大龙你丢种子啊！调教一下他，我老杰拉了。玩近战刺客不要去打龙扛伤害，他们这个一堆远程，待会打起来你残血，他们跑了你直接被秒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辅助来丢种子，这样大家谁都不需要掉血。他这个辅助有点调皮，每次去打架。这刺客身板太脆了，不能扛龙的。哎，有没看到？应该没有。我去搞一波南枪来，开二，卡不视野，再炒加速，再开二，打个 AQW， 再一个 A 爪子，再 QA 左个二段，再一个 EQ 秒掉。W 打断一下他加速。雷炮应该死不了的，我有红 buff 在，他再过来他要死。直接进化翅膀，轮到我的回合了。找谁不好来找我，
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闯。对面也这视野做的，我操！啊，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。他一交了他就死了，我们现在伤害不需要孤立都能秒脆皮。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的话，他们就没有警惕心理，我们就能神出鬼没。都得了，中了几个，哎，直接秒，可食此阵，有这个种子在打龙很快的啊。我先玩杰拉打野，直接自己单秒龙了，可惜这版本玩不了了。老观众还有印象，我以前杰拉打野玩个华贵人机都乱杀的。哎，那黑暗收割那版本太有意思了，啥我都能玩，拿来玩打野。回不去了。玩螳螂就一定要会伪装啊，找机会得注意进场时机很关键啊。哎，这怎么不打了呢？啊，不是也。有人要倒霉喽！来个叶刃，直接霸王硬上弓。德拉克斯很调皮啊，给他上一课。玩最后一件的，可以再改一下，等一下来。看我说对面不投降，我杀20个，现在杀19个，不投降再杀一个，随便杀，洒洒水。
可惜对面投了。这队友都是些什么 ID 啊，这么幽默的吗？这个伤害遥遥领先啊。有人说对面谁是小带来的的中上，哎，中野隐藏战绩，看下上路，这勾巴是小带啊，谎报军情是吧？这不是纯纯的本地仔吗？你说对面中野隐藏战绩，我查不到还有可等啊，这两个纯本地佬啊。